可是
是香港的漂亮的这边的观众朋友，旁边的话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在哦，什么特色呢？这样看当然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样看也可以，倒过来还可以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陶渊他本身是抽象派的画家啦，发挥你的想象力，转来转去。Talk
某例外系，就是他们最黑层的中情啊。好，刚刚我有提到他们在空会在空中练舞，对不对？怎么样练舞呢？在我手上有一块木框，待会我会将它抛向空中，我要请大家仔细看看。好了，哦，一下子就落到那块木框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？他用哪个部位在拖练舞的？嘴巴，对不对？老鹰口之类的，是用爪子，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哦。不要看他好像很凶，他不是猛禽呐啊，站得好高，看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来，哇，迫不及待要下来给大家拍个照啊。小恶魔不明思义，当然是个男生哦。仔细看，男生的头是什么颜色？金黄色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知道女生的头是什么颜色？是黑色的，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哦。不要看她长得好像很凶、很严肃的样子，她还有装可爱的一面哦。仔细看，她在陆地上怎么前进的？用跳的方式前进哦，她不会走，一定要用跳的方式才可以前进，这样特别也相当的可爱，对不对？这是这样。说到这里，大家一定会好奇的问我啦：空中的安全，你有守护神小恶魔在捍卫，对不对？那水里的安全怎么办？水里当然就有我们的水下舰队唐河，哇，已经出来了，相当的可爱啊！来来来来，到水里来。唐河又称为 T 五，小朋友问你一个问题：卡通影片里面叫做什么？宋子鸟，答对了。为什么叫宋子鸟呢？不是把小孩子送给人家，卡通影片里面是他要上班，没有时间送小朋友去上课，就是利用他们大大的脑袋来载运北平去上课，下课再去载他回来。那他的头脑我刚提到有多大呢？他的头脑可以足足装满13公升的13公升，到底有多大？我们看一下，爸爸抱着这个妹妹，塞进去里面，头拿才装得下。不相信的话，爸爸借我一下。对，赶快赶快塞塞看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试试看啊，没关系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妹妹要哭了啦，没法开玩笑的，开玩笑，妹妹不要哭了哈，跟你开玩笑的。也就是说，捕捉到的鱼会先藏在头脑，饿的时候一天一天再慢慢吃下去哦。说着说着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来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好了，快点先回去，因为我还要介绍我们部落里面的接线生。等一下，什么声音？面对大家，然后啊，麻烦你跟我做一样的动作。
好，Molly，来你看一下今天的现场，有没有？